今仔日因为正好天，甚至阁有出日，有真侪民众拢出门去行搭，有诶是去看黄色诶鸭皮鸭，现场诶人是叉叉叉。估计为电视出来到搭，已经有超过200万人次来遮看这只鸭皮鸭。也若伫个高雄诶关帝庙，逐年拢会提供平安面，免钱，互民众排队来领。到搭是已经连续40年啊。嘛有人讲，这平安面因是为少年食较老。做甲十年前的动作同款，相片内底查某囡仔已经大汉，正月初一即天，住伫家己的民众，带几个伙仔到高雄佚佗、行村，替查某囡仔找十年前的记忆。十年前有过来参观过，他们那时候还很小，今天特地来复刻一下十年前那个场景。要带外县市的民众回来高雄过年，同款几个伙仔出动，黄色阿米亚伫网络顶发展稳重版的翕法。去玻璃顶的影看起来离阿米亚搁较近。市政府统计，黄色阿米亚展出到即马已经超过200万人来看。多啊，因为通常这边不会那么多人。对啊，平常不会那么多人，应该是特别有展览才会特别多。正有年味的所在，也个临安区的高雄关帝庙，长长的人阵为庙内排到庙外，拢是为着排队领免费的平安面。哦，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呢，我几乎每年都来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因为是财神嘛。因为关圣帝君他是财神，五财神，这是变成就我们高雄关帝庙的特色了。啊，他们呢，老板也是秉持着善心，持续做。庙方表示，平安面是由地方的头人免费提供，将会初一至元宵拢会当免费来领，让民众会当分享到喜气，求一个平安。而且，就算入庙来拜拜的人丁，估计到元宵节一定会超过10万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